什么情况？有黑客入侵了闺蜜星球的数据库，把盗来的部分用户信息发在了网上。最早的发帖时间是今晚六点。六点？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。哦，我们已经进行了全网删帖，但是到过去两个小时里，信息已经呈几何倍数扩散。现在网上有很多帖子在疯传，有的甚至在叫卖闺蜜星球账号和美女突击的，现在暂时还没能控制住。向网监部门汇报了吗？已经报上去了。 配合他们的工作，把影响力降到最小。是。为什么会被黑客入侵？闺蜜星球代码本身存在一个安全漏洞，现在正在加紧修复。把主要人手放在那儿，同时抽调两个人去检查秀我的数据库。那边不能也出问题。好。泄露信息的信息源在哪儿？他们用了境外的代理，但通过追查，初步可认定信息源在国内，很可能就在忻州。继续追查，争取锁定他们的位置。可是现在我们人手不足。好吧，这事交给我。 林总监，你区区是不帮忙，公关和媒体的事儿，先交给夏言。好，夏言，尽管以定公告，闺蜜星球的用户应该刚过千万，影响不会太大。但是会因为这次的泄露事件，影响到秀我的用户。秀我的用户一般都绑定了银行卡，一旦信息泄露，不单单是隐私的问题，更会造成经济的损失。所以这次公告的重点，不仅要向闺蜜星球的人致歉，更要让秀我的用户放心。这两个是独立的数据库，互相不会影响。 那仅仅发布公告是不是不够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召开一个媒体说明会？好，那你去准备，越快越好。好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现在舆论已经炸了，多家媒体强烈要求采访。董事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我们正在查找事情的原因，修补漏洞。把 SG 的股票投到大屏幕上，你们都给我看看，影响有多恶劣！怎么会这样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董事长，我们一定会在72小时之内解决问题。72小时？你真的能解决？怎么解决？董事长，我们先进去说吧，让他们好好。 还有什么消息？因为我们投诉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已经开通了新的人工服务。刚刚联系了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媒体，让他们帮忙发声。微博的评论已经控制不住了。 SG 将在10个小时之后召开媒体发布会，反应够快啊！可是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们能够拿得出有力的措施来安抚股东和网民吗？我看过了，他们这个漏洞并不难补，这难的是怎么阻止之前泄露出去的客户信息不进一步扩散。我们这边怎么样？我们已经在调查了，通过我们的 APP 引流的用户，用户资料基本上都没有泄露，而且基本上可以确定有人在故意针对 SG。 而且这个人并不想得罪 NK，看似是在帮我们，其实内心狠毒啊。意思是说，保护我们的客户，争取 NK 置身事外，便于他们行动。可是你想过没有 ，SG 遭遇危机，作为合作伙伴的我们却独善其身，这很容易让别人联想到真正的幕后黑手是 NK。 到时候，他们顺水推舟，把这个黑锅往我们头上一扣，简直完美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找到这个人？许成义现在一方面拒绝和我 PK， 假意放弃合作；另外一方面，却让股东施加压力，让我主动去求他。在闺蜜星球这件事情上面，他占得了太多的先机，现在他有了困难，还要我去帮他。 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